今日就跟大家分享一款 Joji 的 Control 产品，它就是 24K 换颜紧致射频机。 Joji 这部射频机就不同了，它的频率是去到 2MXZ， 即是说是可以抵达真皮层的深层里面，刺激更加多的胶原 BB 蛋白重生，令到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加光滑有弹性。它有专门紧致肌肤抚平皱纹的功能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拉提苹果肌啊、虎纹啊、颈纹啊、眼纹啊、抬头纹啊，都会有所改善的。 SEMS 的功能呢，就可以通过微电流令到营养的精华可以渗透在皮肤的深层，可以呢最大限度地发挥到护肤品的功效。除了一些最基础功能之外呢，你可以看到呢它的金属头面积呢是比一般的家用美容机大很多的。咁对我哋呢啲咧平时比较忙嘅人嚟讲啦，就可以省时省力啦。而且咧佢开机咧就可以咧启动到咧一个远红啊，大家可以望到啦。咁就可以咧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同埋新陈代谢，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更加白里透红。我非常之推荐俾大家，记住买嘅时候咧记得认准呢一个行货贴啊！